我是公安的处长呢，111年1月18号，高雄轻轨美术馆站哦，10:05。我发现这个是不载客列车，刚好搭的40:04站。我下面干嘛专门做吊门刀？结果我们很快就是吊刀，拜拜，谢谢各位再见。我们赶快走。哇，美术馆，刚刚走错了那另外出口，他们都是硬架，我还想，对，啊，没关系啊。那路下面干嘛专门做吊门刀？结果没有，3:51，还有一班，10:28。如果小朋友们咱们就是这么大就那拜拜。